今天是我为巴黎欧莱雅基底系列拍摄第一支电视广告的第一天，感觉非常不错。那整个广告的创意非常新颖和独特。想知道我是怎么突破障碍、寻找内在光芒的？大家拭目以待吧。忙，我都会保证良好的睡眠，还有时刻保持好的心情。当然还有一个最最独门的秘籍，就是欧莱雅基底系列。巴黎欧莱雅，你值得拥有。